好，大家继续 Pokemon 嘅绝对还原 DX。咁今次翻嚟就系得回答问题，好似之前咁所讲咯，就系回答问题嘅。第一个问题，动画中阿兰嘅喷火 X 啊，变紧层特性系咩啊？储水系嘛？火入面咧，唯一会高速旋转嘅精灵系，哇，有啲难度啊！呢个四隻睇落都识转噶，回坦龟啊！好。奇番连续使用催眠粉啊！对面嘅精灵咧喺第三个回合咧进入睡眠嘅几率系几多？咁难嘅？十二啊！四代中啊，总共有几多嘅精灵可以自学岩石封印？哇，咁难唔系讲笑啊！九只啊！我方不停使用劇毒，对面不停使用月光 ，PP 为五。对面最快几多回合瓜？咁难劇毒用月光啊？八弯咯，哇！仲要数斑点数添，七啦、啊。放放斑你就上几多种花纹？黐线啲咩问题？十二个二次方种，二嘅三十一次方种。理论上有几多种花纹？二嘅三十次咯，有几多个花瓣？哇！呢啲问题人答噶，呢啲系即系答得出一定系精灵博士嚟噶，肯定系有几多个性别差别系错嘅？雌性黑鲁加嘅个咧比雄性短，比雄短，花中有一粒种子，头部比雄性大，呢、這个咯。体重约28kg 嘅非人类精灵系边只？新士亚，应该系新士亚，一系比雕咯。新士亚，新士亚大只啲。你竟然冇话答到有全部问题？呢啲问题佢又唔同我讲边啲啱边啲错，有乜可能会答得赢啊？吓、啊，唉，算啦，呢、這个问题唔得。如果佢可以一答，唉、哎，今集呢一个问题你错答错咗，我重新答过，咁都好啲。呢一个系完全唔知道。好。好嚟啦，继续啦。咩话呢个讲咩啊？对付气息腰带咧，好多咩天气钉子嗰啲，系讲起我都未学偷嘢喎，只嘢。好，你准备浅冲试下？我都系啊，我都准备去灯塔嗰度。小顺咪小辉咧？哦，我自从咧去完阿鲁夫嗰度咧，就分散咗，因为大家咧兴趣唔同啊嘛。小顺去咗卡吉啊，我都唔知道小辉去咗边。王者之境。进化某啲精灵令到对方惊嘅，扑街慢行啦。好，就喺呢度啊！答问题话超难嗰啲答问题，哎，打道馆啦。好，好，你可唔可以对我嘅精灵造成伤害啊？健忘，我吹扁，吹啊，随便吹。哇，点解开咗健忘？你根本冇可能打痛我嘅。好，知唔知点解？因为我啲剑王两级嘅特防，再加佢单纯咯，再加两级，即系话系变咗四倍咯，啊，能力变化加倍嘛佢。OK， 我俾你隐形唱迷话啦，如果赢到我话件好嘢俾你听啦。鬼师剑王，影子球，水之波动，开完一下就得噶啦。OK。哎，唔想跳落去添。哎呀，好，同精灵一起度过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、冬天之后，春天又嚟啦。就系、是、咁，我哋一直咧同精灵生活到而家。剑王，剑盲吸收，哇，痛到啊！好在啫。好。啊！哇！水之波龙，喂，下马威，鬼火，夜骷髅，幻影娃娃，好，几打管住咯，紧鬼喎！我鬼真系三打三，公平嘅对战，三打三啊 ，OK 喎，唔差喎，可以打下嘅三打三，都系嗰三隻噶啦吓。我都冇精灵练过，而家得三隻啫嘛，我好，哎，掉错咗，
取出精灵。哦，淘宝能手，十方相约。OK， 好，啱啊呢个道馆。三拿三系点样三拿三法咧？应该一只一只咁打，因为我 get 错咗，以为佢系黑白嗰种三打三。但系你准备好啦，喺原珠市入面咧，好耐之前咧就当呢个精灵系神咁拜啊，而且咧传说中嘅精灵会降临到用阿真正实力嘅训练师前面，传说系咁讲啊。我一直相信住呢个美丽嘅传说，从出世开始就喺度进行住秘密嘅修行，因为咁样咧，其他人睇唔到嘅嘢我都可以睇到啊。而我睇到嘅系你想攞到徽章嘅火心，不过你要咧食啲火苦头啊，即使我唔使出全力啊，想必你都未能。轻易咁通过呢个鬼系精灵嘅试炼，哦，小虫，一嚟就玩鬼火，哇，唔系啊，哇，鬼闪，好在我有重打啫呢只，十字剪，压死啊鬼闪，我真系好在有重打啊呢度，影子球，影子球，哦。紧鬼，最后一只啦，催眠术，催啊！睇你打唔打死我，争咁远啲 level， 一试啊！打馆主又咁易打，其他啲训练家劲难打喎。如果使出全力嘅话，唔定吓到赖屎啊！我觉得你咧有好大嘅成长空间，点到即止啊！我认可你啊，呢个徽章嚟。好，五十级以内的精灵咧就会听你话，同埋冲浪都可以用嘅。里面影子球，降对方可以降对方嘅特防。变咩喺度？小蓝，咦？那个时空条友咩啊？哥哥啊嘛，愤怒虎。小拉比，睇嚟你而家咧勉强完成相对稳定嘅时空穿越。不过而家唔知几咩时间点啊，但我都要救哥哥，搵个人确认一下啦。小蓝，唔该，我想请问而家系？做咩啊？啊，你系事件相关者小蓝喎、哦，估唔到咁快揾到相关者，不过都系要确认而家时间先。问好问好问好，识我噶？相关者讲紧啲咩啊？我知道咧，咁样问你好冇礼貌，但系而家咧，我想问系日期几多？做咩啊？二三三年口袋二三三年六月六十六号，哇，很好。佢哋咧灾难发生仲有大半年，好啦，请你听住啊！我系嚟自未来嘅七年后卡洛斯地区嘅训练家，我知道你嘅名系叫小蓝，细个俾人绑架，我知道你嘅历史啊，所以接下来讲嘅都系真，希望我哋相信。问我好啊，明啊，讲咧，哇，唔俾我睇，眼前一黑、啊，搞错啊，做乜唔俾我睇啊？咁紧要嘅嘢都唔俾我睇，我又打你。哇，系咁用我啲钱买嘢，我条友黐线嘅，疯狂败咗我笔钱出去。OK， 取出精灵，十方，十方真系最劲呢条技，我好中意用喺十方嗰啲嘢，玩，尤其是玩呢个咩绝对云啊，呢啲一定要用。好，我啲咩万能药一定要带得多，咦，打埋呢个先，打埋武装先，疯狂之宝。结合抽筋，抽筋广场舞，土泥抽，呢度用泥浆爆弹打饭匙射，呢度咁车我，天蛮吸收，哇黐线，佢啲毒味咁鬼劲嘅，一打打咗劲多血。毒钉，睇嚟应该又系输嘅，好难打喎、啊、呢、這个，咁鬼劲嘅武装，又系十八咧赢我卅咧嘅重、啊，好唔掂喎，黐线喎，我翻到嚟啦，咁而家咧都过咗都差唔多好一段嘅时间，即系大约一两日左右啦，咁我就拎去咗升咧，咁升咗都几高下，咁而家睇睇啦。咁首先咧，蛇纹红已经进化咗呢隻嘅直冲红啦，32咧嘅咁而家，而升多三咧之后就可以有招嘅偷嘢个招技，咁啊非常之有用啦，喺绝对环嚟讲，咁呢一只亦都系必须嘅，我觉得好。而另外呢隻地震呢个鲶鱼啦，就系、是、之前嗰只鲶鱼进咗化嘅，30咧进化，而家就有多招震级变化，
系啦，多啲阵间变化啦。好，咁啊冇咩特别啦。依辈就系之前我冇咩特别啦。好，大路俾黑老家嘅，黑老家就系喺某个训练家攞翻嚟噶啦。咁佢就送嘅呢、這个特性就系加特工减物工，咁都拆咗四至五只左右啦。好，大菊花就系草主啦，呢、這个嘅菊草叶嘅进化啦。咁佢嘅特性咬脂肪，另外亦都冇咩点改到嗰啲技能，应该就系啦。而嗰隻嘅草苗龟呢就放弃咗啦，我就觉得多隻草系都唔系话一件好事，因为我透过打一啲训练家都知道呢，我两隻草系呢系俾人黑得好紧要。好，咁所以呢我都升咗好多啦。有啲训练家呢我已经打咗啦，譬如呢个武藏嗰啲我冇录到啦，因为真系好难打武藏嗰啲。我发现呢，同埋我都想俾呢个绝对环 DN 做个点评啊。好，咁呢其实呢我喺玩呢个 DN 嘅过程入面呢都发现到呢佢同队温有啲唔同嘅。首先讲下 DM 先，啊咪应该讲下队温先。咁队温一开始呢就以为係难打嘅，即係虐待成分比较高啦，係啦。一开始可能你会见到咩不作死就不会死啊，一嚟就撞到五万零呢一百呢嗰啲都有嘅，都有呢啲剧情嘅。但係喺 DN 入面就玩唔到啦，咁呢一个就係、是叫做好少少嘅情况啦，但係 DN 有个唔好嘅地方，即係叫做唔係唔好嘅，係一个特色囉。就係呢一啲嘅街怪呀、啊、野怪呀、啊、啲 level 係非常之低啦。32呢打8呢啦，即係譬如我係由20呢到一路打8呢打上去30呢嘅。因为真係都冇地方揀呀、啊。可能大家都知道呢整嗰个金果啊，金果嗰度有得升呢嘅，但係需要用到果实。咁我而家都种緊嘅，係啦。如果要快啲，我諗应该係真係要用嗰个教时间嘅方法啦，係啦。同埋都真係需要技术啦， DN 係技术成分比德温更加高，因为佢嗰啲人呢好似咩武藏啊，或者係街嗰啲人啊，好似呢一个咁啊，呢一啲咁啊，佢就算十几廿呢呢打30呢呢，你30呢都係会输，因为佢哋嗰啲技巧啊技术成分比较高啊。咁呢一个已经打咗啦，好啦，咁就睇埋呢一度啦。係啦。咁 DM 唔同嘅地方就係呢一度啦，佢哋需要用到技术成分比较高过德温好多，我自己个人认为啦，暂时。因为我真系深深咁体验到咧，我就算好似卅呢嘅地震雨咧，都好轻易俾人杀咗嘅。同埋系咯，佢嗰啲我谂系满晒努力值啊，再加啲咩道具嗰啲，我谂系啦，真系唔知呢一个好。大钢蛇咁啊晕，咁啊塞住咗条路啦。咁呢条友就话大钢蛇咧将个洞口塞住啊，唔知大钢蛇咩事。可以问一下呢个麦金啊，使用大钢蛇嘅好手，咁就係咁啦。好，跟住我哋而家继续返剧情啦。基本上大部分嗰啲训练家路上嗰啲都打咗，因为我真係冇地方升呢，係啦，呢度真係冇咩地方升到呢，所以我都打晒啦。咁而呢一个呢就係、是、奶油嗰个农场啦。咁呢一度就有一个係话呢，因为要出唔到呢个即系呢个嘅揸唔到奶冇奶啊，咁就要俾个金果，俾个果实佢，叫声冇精神，咁点啊？仲要俾几多佢啊？等阵先，我得翻几多？我想知道我有几多，得翻一个喎，唔俾你，我之后先再俾佢啦。呢度好咩事喺度？火之兵团哦，兰斯实验嘅精灵咧逃出咗实验室啊！根据佢身上嘅跟踪器咧，显示就喺个灯塔嗰度，快啲过去揾佢出嚟。系，好，灯塔，哇呢度要打咯，睇嚟，驱虫，好 ，OK， 就呢两只啦，单打单得唔得？普通嘅技能好多时都有用，可以买一啲技能机俾你。哇系，叫走保护报恩影分身，冇钱唔买。這個、呢个咧，天气对作战好有用，哇呢、這个有用其实。其实我谂紧我会唔会玩天气队会好呢，不过我暂时都系初步谂一谂啫。你嘅小伙伴啊，唔俾其他人睇睇啊。17咧呢啲轻松啦，对我嚟讲，对我而家嚟讲轻松啦。我系升咗劲耐啊，升呢啲咧。啊系，同埋其实我都想要翻奇异种子啊，因为我发现奇异种子真系好想用翻我。不过睇下你嘅精灵可以做啲咩。唉，
我升得太高咧，而家呢一度已经轻松。好，咁我升到35咧就唔升嘅咧，直冲红。39到我整个训练，而家睇下你有几巴闭啊，训练师。OK， 撞击啦。好，慢慢分。喺啲 level 咁差距嘅情况下，如果输嘅话，咁都哇有机会，哇真係有机会输啊！大家睇唔睇到啊？就係呢啲情况啦。佢保护用烧伤珠，再加成 1.5 嘅攻击力啊，佢嗰个效果，再用嗰招空元气，呢啲就係所谓嘅战术啦。战术成分比较高嘅，好撞死佢，妈妈又帮我买嘢。开翻个 GB 先 ，OK。哇，唔系靓女嚟，魔术师强尼，哇，撞啊！玛莎娜照用啦。哇，电磁波，唔好啊！啊，我好在啫。估下入边有冇训练家，好惊。诶，边位啊呢个？哈哈，终于打赢咗麦金小姐啦！呢、這个钢铁徽章 get 做咩？哎呀，大镬啦！呢次发生咩事啊？麦金小姐，啱啱收到消息话咧，前冲灯塔咧被呢个大批火箭兵团占领咗啊！咩话？火箭兵团实际情况唔清楚啊！快啲去睇啊！好，又咁啱俾我听到，哎、哇！我又系做咩轻咗机企咗度劲耐？哇！哇塞！我都估到了，鬼鬼祟祟望紧啲乜嘢佢喺度？你可唔可以癫得到咧？大可游我水啊！我就知道鬼鬼祟祟偷番薯条友，扎屎啊！卷尾猫一夜车喎，偷袭。哦，不良蛙地面啊，唔系独格斗，震死佢啦呢度。好，入面有冇？哇，嗰、那个似乎系、啊。睇下网上面先，大唔大唔大个？唔好意思，我阻住啊，唔好意思啊，啱啱同咧正好向呢个乔伊小姐打听一啲事啊。你嘅精灵之宝信赖你、啊，好惊认识大唔方圆啊！既然你系训练家收呢、這个大师球、啊，你同我识嘅人咧非常相似，我谂你一定好好使用呢个球嘅。哇，穿过咗我只直冲红啊！嗰、那个有80%训练家呢度，有啊？咦唔系，居然唔系，个样劲似咯，个样劲似系嗰啲五咩话？圣灰咩回状态技？哇幸福蛋正，幸福蛋一定要我同你讲最有用，幸福蛋装咗先。好，1.5劲，你冇睇少1.5劲好紧要。喂、哎，你要做咩啊？哎，正喺度为海上庆典做准备，暂时咧禁止通行。好巴闭咩？唔去咪唔去。我升咗35咧先呢只。Yes， 偷嘢嚟啦！呢招偷嘢60攻啊，黐线，仲劲过招撞击喎。好，睇下冇嘢偷先，呢啲有。冇嘢偷到。這個、呢个咧，呢、這个都冇嘢偷到。好，试多次先。好、哦，冇啦，有啦，回个血，跟住我哋继续翻剧情，去呢个火箭灯塔啊，又或者去其他屋睇下有冇啲咩送先啦。好 ，OK， 好，呢度，嚟到呢个浅冲市，一定要嚟个饭堂食嘅。哇哇哇 ，kick 到个喉咙，這個、呢个咧。嗯，唔样喎，睇得出我都系训练家，正式自我介绍，新奥地区四天王啦，所以话我唔系你合适嘅对手，所以冇可能真正平等对战啦。如果真系需要打咧，海狮果、哦、，OK， 即系有一个训练地方啦，海狮果，乜鬼嘢海狮果？呢、這个乜水啊？加我一啲碎片，唔睇啦。這個、呢个咧系希塔嚟。咁快谂住挑战呢个道馆啊！真系努力啊！我而家喺度休息紧啊，打一场先好啊！帕里摩偷你嘢先，哇冇得偷嘢嘅，好偷嘢，冇嘢偷啊！咦唔系我有咯，偷咗啲咩啊？高级双药几时攞噶？
定系执翻嚟噶呢个盾甲龙？一字车佢诅咒。好，越嚟越似样啦！相信咧，肯定会得到麦金小姐嘅呢个礼物——黏性勾爪。去过灯塔未啊？必须要睇啦！去灯塔见到一只慌张嘅快龙，快龙有几慌张啊？只快龙高级商人。年轻诶，呢个又系馆主嚟嘅。哦，系你啊！呢度有啲海丝果啊，中意嘅攞去啦。正啊，海丝果。這個、呢个咧训练家系嘛，物防嘅努力值。好，呢、這个系嘛灯塔。你摸够未啊？死咸湿佬，我仲要企位啊 ，O 唔 OK？ 诶、哎，摸一下就唔会少嚿肉嘅。有啲地方越摸越大，你啦，摸一摸。走开啦！冇见到一个电灯胆啊！摸咩摸？未见人喺度晒恩爱啊？咪咯，黐线嘅晒恩爱喺我面前追，偷我啲咩快啊？咁得太快睇唔到偷我啲咩喎？大树果啊！大树果系咩东西嚟嘅？泥浆爆弹 A 唔得喎，水之波动好哇，高升。高音应该系，唔好意思啊。哦，回血嘅，好，都系最衰你啦。头先唔跟老娘好好配合，而家输咗啦。当初如果好好配合，我会输俾个电灯胆。而家唔系讲呢事啊，快啲通知兰斯啊，入侵者又有多啦。真是火箭兵团嘅组织，睇嚟每个地区都有啲莫名其妙嘅组织。算啦，唔关我事。反正结束之后咧，就会翻道馆，咁我等等啦。好，真是。超级训练家，好，噔噔噔噔，好上塔啦而家，啲咩人嚟啊？火箭兵团唔知点解入侵呢度，有啲咩吸引住佢？卖情报嘅，讲咗落嚟呢个咧，可唔可以搭 lift 啊？禁止通行，小屁孩躝开，好，你已经占领咗呢度啦，吔屎啊！蜜蜂果。正啦、啊，麦公果，哇哇，撞死啊！我咪偷咗个仙仔之爪啊！我好似偷咗个仙仔之爪，系、啊、偷咗仙仔之爪咁犀利。好，我唔可以俾你通过呢度啊！正喺度搜索紧重要嘅精灵，一招气息腰带，哇！你偷咗啲正嘢，起死回生。大菊花，魔法热点啦，不良话。哇大镬咧又，照用啦，哇系，物攻上升，哦、我发现咧呢一、這个草系咧喺呢一喺呢一个 D N 入面咧唔系好大作用咯，应该系话点讲咧，好多时都被人吓啊真系，有好多毒系啦，飞行系啦，好多毒系，飞行系，虫系。基本上我就咁啊，咩大菊花冇咩可以作冇作用可言咯，因为又冇寄生种子，又冇碎粉嗰一啲，得知咁嘅毒粉，同埋嗰只大菊花又唔系高防嗰啲。兰斯大人咧个新闻手拿，连我哋都惊啊！好撞死佢，撞死佢！哇，十几都有冲浪咁犀利，拎走气势腰带先。继续偷嘢，偷嘢为生。哦，哎呀，哇，凌空咗，发现咧阻住火箭兵团嘅限人啊，进行咧驱赶任务，阻嘅人全部躝，偷嘅嘢啦。哇，咁都偷唔到，点解啊？我、哦、因为佢用咗，因为佢用咗个气息腰带。哎呀，死仔，水波动。哇！又用气息啊，唔系仙仔之爪。OK， 好、oh, ，sorry， 又有一件，揾咗大半日都未揾到啊，咩都揾唔到，一碟车佢，化石盔晋级啦，36咧，几时有啲加工加防嗰啲技啊？呢只嘢，哎，唔想打，想打添。呢啲咩都冇之后咧，冇咗游客同埋训练师，全部都俾我驱赶晒。
瑞斯波顿打天平呢度用帮手咯。哇！即刻被人射死咗添。大菊花晋级变化呢度用原始力量。哇！唔系会漂浮噶喎。水之波动打镜风铃铃，哇！高防度啊，得防。可能头先开咗镜啊，系嘛？水之波动打呢只啦，魔法叶片照打两只啦。好啊，打自己啊，唔该。泥浆爆弹打条条猪，魔法叶片。哦，死咗。大老比要出嚟啦，大老比。哇、哦！俾人杀咗嘅大老比。变忍龙，哇，输啊呢铺。毒粉原始力量，原始力量。跟住用魔法叶片。其实都有机会嘅，有机会嘅都，哎得得得，赢到赢到赢到，哇真系黐线，好，一嚟同埋我对嘢咧唔算话劲啦，点样落点样落翻去啊？有冇得落翻去啊？同埋都系乱咁配嘅呢一扎嘢，喂，可唔可以俾我走一走先啦、啊？冇血啦我。东西不是这样使用，咁点样使用啊？大木博士，你话俾我听，唔系呢个时候用，系边个时候用？有个掣子可以打开，门后面有人讲嘢，你应该就系嗰啲火箭兵嘅头目啦，兰斯啊，我就系干部兰斯，点解你要搞事啊？作为管主唔可以咧胡作非为，快走啊！火箭兵团唔系听你讲，你得正好，有嘢问你，不如启布龙咧收埋一边，你知噶啦，咩意思啊？咩快龙啊？就是我哋实验动物，佢喺实验室 逃走咗，身上咧有 GPS 嘅，所以知道匿埋咗喺呢度啊，唔使扮嘢班友。莫非就系佢？哇！即刻放咗佢出嚟，小光呢啲死蠢啊，弱智啊！呢个孩子啊，喺我嚟到嘅时候已经修复咗啦，佢身上嘅伤口你哋整系嘛？太残酷啦呢、這个，原来喺你身上系嘛？喺你手上。实验动物咧就要有动物，实验动物嘅样子唔系好正常咩？快还翻过嚟，這個、呢一个咧我哋嘅嘢嚟噶。唔要啊！呢、這个唔系快龙想要嘅，唔系启布龙想要。但精灵咧遭受呢啲痛苦，佢唔愿意。咁就逼佢用暴力啫，小妹妹。轰啊！用暴力唔止你一个喎、啊。哇！沼弱鱼。哇！点解我又入嚟嘅？我睇唔落去啦！伤害精灵嘅行为我都唔会原谅噶。呢、這个分裂之讲得啱，我哋联手对付佢啦。你都想？黐线呀！我得一只啫，大佬。喂，你打住先得唔得？我睇一睇先好唔好啊？哇，一只岩崩车落嚟！唉，睇你死蠢到咧，俾佢吸血。哇，信号光速！你打咗我打嗰只，咁我打咩啊？唉，死咗啦！一片漆黑啦，我玩。今次一定赢到嘅。好，莫非是他？啊！真系真系哇，睇唔到落去咯，要咩唔用暴力唔知呢一个啊，伤害动物嘅行为咧，绝不原谅嘅。好，呢度一嘢嘅头突打只万行怪啦，唉，又俾人吸血，打万行怪，哇！信号光速又打错人条友，偷咗个战锤龙先，专爱围巾 ，good， 偷到好东西啊，死咗都唔紧要啦。阵间变化，哇！佢冇精灵啦，咁即系得我一个人打啦，即系又玩我啦，哇！呢度用泥浆爆弹，哇！冇啊 ，good， 冇死住，靓到，好，好啊！我兰斯系有仇必报人，同我记住，总有一日咧会俾你见识到啊！火之兵嘅恐怖，我兰斯嘅恐怖嘅，好。睇嚟我哋合作唔错喎，系啦，咁耐都未自我介绍，我系麦路新路训练师，而家嚟成都咧收集徽章嘅，太多谢你啊！呢一个咧孩子喺实验室受咗太多苦，不过一定好好照顾，冇咩事我走啦，哇怕咯啊，我走唔系人嚟，
多謝你帮手带我去翻道馆啊，随时欢迎啊！我都要准备挑战下个道馆啦，物金唔弱噶。哇！呢班人真系拍下啰柚走啊，真系。好，拍下啰柚放埋个屁跟住走。包巴系边个啊？远张包巴狩猎场啊。哦 ，OK。狩猎场就喺捉嘢嗰度啦。拍下啰柚走。好。OK， 咁我哋试埋打埋呢个道馆，今日差唔多啦呢一集。问下啲有咩先？系咪攞吊钢啊？好吊钢，有几好？好，呢个钢系唔使讲啦，一定系呢只噶啦。好，喂，真丝喎、啊！不过仲谂住等咧墨金翻到道馆，我就挑战。估唔到咧，有人咧偷呢个接触仙灯哦、啊。咁之后咧，将你打低得，对于你咁嘅训练师用一只精灵都够，真系。哇，都几大镬喎、啊！或者你话一隻就够啦，健忘先。哇，黐线，亿万级兽打鬼啊咁，一点都唔系。系咪我偷佢嘢咪得咯？奇迹果偷得好啊，偷得靓，一隻车过去啦，岩崩车落去啦。判断错误嘅原因，睇嚟咧你有咧，你应该用上两隻精灵嘅实力，今次让下你啦。唔好打我啊，再我得翻只伊贝啊。我遲啲练埋黑老家先，因为我想搵个特工嗰个努力值嘅训练员啊。因为呢一集都真係需要练下努力值啊。哇，记唔记得我啊？四嗰个咪哦塔主啊，唔好意思记错。开拓区塔主啊，咁呢个战斗开拓区就喺呢个城市嘅西面嘅，但而家仲起緊啊。我特别呢拜访咗呢度啲冠军，估唔到撞到你喎，挑战墨金睇好你哦。只打一个咋、哦、？OK。奇迹果，我规则系三打三单打，唉，又要打三打三，不过唔紧要，其实三打三都冇咩所谓，因为我啲精灵都系得几只啫，系咯，三打三冇问题啊 ，OK 啊，我得三只精灵劲啊嘛呢度，其余嗰啲我都冇练到，我迟啲再一次个练，好，大菊花奇迹种嚟啊！灯塔嘅嘢咧，多谢，但系对自己另一回事。重新自我介绍，我系墨金使用嘅大钢蛇钢系，你知唔知啊？钢系非常坚硬、冷酷、锋利嘅强，系真嘅。哇，满满，真系真耐啦！哇，隐形钉、啊，哇，放咩啊？呢个咩沙尘暴？啊，唔系沙地狱，唔好意思，呢个系沙地狱。三合一奇怪，升级变化啦，大钢蛇出嚟啊！诅咒水之波动，太精彩了！作为一个训练师你好优秀，又强又稳重。咁按照规定，将呢个徽章送俾你啦。23，呢个系个尾啊，拍打坚硬尾巴，进行攻击有时候咧会降低防御嘅。其实仲有一件嘢咧，请你解决咩事啊？咩事啊？42号道路咧，有一班大钢蛇黐咗线阻住条路。我谂你咧咁熟悉大钢蛇嘅钢艺训练家，一定帮到手。虽然我唔一定啊，但我都睇睇啦。好 ，OK， 好，咁啊完成咗啦。唔知嗰路点啊？不过有机会都系会去嗰边做劇情，唔知系咪啦。OK， 其实我暂时拎三只都得啦，嗰支我都未用住，暂时再一路行一路谂用边啲好。呢度完成咗未啊？未喎，即系话要去大钢蛇嗰度啦。好，咁你今集嚟到先，下集继续劇情，拜拜。